哪个响了？哪个响了？第三个，哎，看到了，来吧！刚溜了一圈就中鱼了。今天来到的地方呢是广府古城北门桥东这一块啊。上回在这钓了大板鲫、金鲫，给老丈人拿过去了。老丈人说啊，这鱼好吃，小酒那么一喝呀，我心心念念的那个碳素钓台2000多，拿下了，买了。现在路上啊，我领悟到了老丈人喜欢这儿的鱼，我呢聊表孝心，再过来钓一下。走，进去找地方去，就这儿吧。还是打一下这个海竿。很多网友都说呀，我这个海竿呢钓鱼没有灵魂。其实不是啊，我们北方一到冬天手竿啊基本上就钓不着鱼了，只能呢用海竿。不过春暖花开的时候手竿能钓着鱼，我呢还是用手竿啊。这海竿让我用我都不用了，往家一扔。不过这四只海竿呀，今年一冬天真没给我少钓鱼啊，要不是它，我老丈人也套不住啊。今天我们还是啊用的是威震远投3米9 T 字形串钩，自己绑的70克铅坠。第一竿来高里头，今天有点顺风啊，那就抛远点，前方100米，瞄准，发射，耶！哎呦我去，远不远？妈真远！哈哈，干到对面去了，快！看不着落点啊，太远了。今天老丈人的鱼呢就靠你们了啊，哪只杆子先上鱼我回去呢给它擦得亮亮的。等着吧，静等佳音。来了来了来了，第三个，第三个，我的，等了好久啊，终于给你等上来了。有鱼有鱼，不大，能感觉到鱼不大啊。嘿，要线了。这里边鱼呢比较健康，个不大，劲儿还挺大。哎，看着没，不大，这鱼不大。来了来了来了，第一尾不大啊，上两了，一两的鲫鱼，个头太小啊，先摘钩。这鱼给我老丈人拿过去，啥装备都换不了，没准还大条鱼。小点，太小了，接着来。哎，来了来了，我的，第三只杆子刚抛里头，第一只竿又中了啊。这个鱼不小，不会中鲤鱼了吧？这是，是不是中鲤鱼了？感觉大啊，加点半个程度。难道今天能钓上2斤的板鲫？要线了要线了，慢点慢点啊，必须得慢点，大家伙，看回线的程度就能看出来鱼比较大，坠都快掉地上了。金鲫来了，5半斤，正好这底什么样的？这底下没有障碍物，好回鱼，回鲤鱼啊！完了，这个个头像是鲤鱼啊！这上鲫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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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，等会儿挂住了，挂住底了，挂住了，完了，来来来，挂住底了。
就是。哎，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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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靠，差点让他跑了，飞他！哎呦，这道，这道，这道，这个头可以吧？这道，这道，这道。来，先摘钩。哎呀，别扑腾了，伙计。今天等，终于把你等上来了。我想想啊，我今年还缺什么装备？把这鱼给老丈人送过去，漂亮吧？金鲫啊，来入桶，再加点水，加点水啊，让鱼在里边欢腾一会儿，如鱼得水。擦擦手，毛巾。哪个响了？哪个响了？第三个，哎，看到了，来吧，刚溜了一圈就中鱼了。不让你乱跑呀！不让你乱跑呀！那边钓鱼。那边钓了两条，不大。哎，这个有分量啊！难道又来金鲫？啊！要要，可以有，可以吧？这弯度。太阳一露太阳，这鱼口明显就好了啊！上鱼了，前面有个台儿。我得往里走走，来了来了，伙计，知道我怕它挂了，直接快点给它飞起来，来，国标二两，这鱼可以啊，哎，掉钩了，掉钩了，我靠，幸亏是在岸上钓的，这要在水里钓的跑了，入桶。就响一声，就响了一声。等等看，等吧。吃死口的话，回线，或是拉着跑，响一声先不打了。哎，响了，看到没？现在就是中鱼了啊！平常大家一看我报警就打杆，今天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报警器中鱼之后是什么效果啊？哎，回线，典型的小鲫鱼，见了没？又回线，这是吃死口了，跑不了它了。要是大鲫鱼呢，这个摇摆器呢直接拉到底；要是鲤鱼的口呢，可能是拽着线往里走啊。现在中鱼了，我呢开始打它，来吧！哈，这条鱼可以啊，有分量啊。拉着摇摆器下的好慢，有鱼，没跑了。来吧，伙计，这条鱼少说二三两。现在起风了啊，风特别大，来了，飞呀！看到没，这条鱼国标三两，差不多吧，肥嘟嘟的啊。吃的是第二个钩，哎，这鱼够精的，发现没？别的钩上呢虫比较少，就第二个钩上虫多，就吃的是第二个钩。这鱼不傻，入盆。哇，太冷了，突然起大风了，我把这块钓友的全熬走了，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。我也熬不住了，太冷了。给大家看看今天的鱼货啊，又钓了几条小鱼儿，看到没？大的金鲫，小的呢都在三四两、一二两啊。这是刚才钓的那些小鱼呢，咱要给它放生了，全部给扔走啊。进去，小的都给它放了。今天呢正好是正月十五元宵节，祝大家元宵节快乐，我呢早早收，带着鱼去老丈人家吃元宵，希望大家呢给个关注，点个赞，我们呢持续带大家出来野钓，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，下期见，拜拜。